100块。嗯，身上没有市长穿的。可是。100块。嗯，身上没有市长穿的。可是。可不可以帮个忙，100块就好。可是我现在台风天没有，没有。带现金吗？就是台风天，因为我要缴那个卡费啊。台风天我就。100块就好了。太多了，我没有早餐钱。那你跟店家好了。真的吗？对，你跟店家借。有点难，因为我出来跑这个啊，你要缴卡费。对啊对啊，那你先去吧。对对对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早班6点多的话，是谁在这边？我。你好，有没有一位？等一下啊，有没有？这位妹妹有进来找你吗？有。她是，是不是来要你们要就是要餐的，要钱？对。那你们是给她钱还是给她吃餐？她想借我100块，可是我老板下一步也没有给她钱。哦，所以你第一次看到她吗？第一次哦，然后我有给他一杯饮料。哦，你有给他杯饮料，因为我在想说，他是不是住附近的？因为我早上也遇到了。什么的？对啊。就是。他想切100块吃饭的，可是我说他老板不在，所以我不给他切了。对。是我有叫他，如果他要吃东西的话，给他。啊，就。他说不用。哦。他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在看他是不是需要帮助的，但是他感觉好像是要钱而已。对啊，我问他，我说你没钱吗？他说他没有钱。我说为什么你没有钱？他说不知道怎么可以赚钱。哦。他那里来的有钱人吗？我就不知道，想了解了。结果他也是跟我要钱。嗯。然后。有给他吗？我没有给。他因为看他没有这么活。对啊对啊，然后他好像要吃饭，他也好像没有要吃的样子。对啊，对啊，他说要借钱给他，他要去买东西吃。可是我说，如果你要吃的话，我可以给让你吃，但是来给我钱也可以。哦，对对对对。他一定要钱。哦，对啊，那他有可能是有问题的。对啊。就是要专门要钱。对啊，因为看他没有投资，所以。对啊。感觉是假的，就是要专门要钱的。对对对，好，我只是来问确认一下。对，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在这边。是谁拍的？谁录的？这是早上我录的。哦，是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对啊。因为我蛮常来你们这边取餐的啦。那所以有碰到这一个。你要先帮他吗？对啊，六七跟六八。我是确认一下，因为他如果需要帮助就帮忙他，就是他好像是要钱的。对啊，他要钱，他是想他是要吃饭的。对对对对，好 ，OK， 那没事了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